翠鸟的食物以鱼类为主，它们的觅食活动较为频繁，每天都需要大量进食。捕食的时候，速度和技巧较为关键。若是附近没有树枝落脚，情况更是如此。翠鸟在水面上方悬停，就像蜂鸟一样。它们的一双眼睛分工明确，一只眼睛主要负责确定鱼的位置，另一只眼睛则主要负责减弱来自水面的眩光。而一旦扎进水里，透明的眼睑在保护眼睛的同时，又不会干扰翠鸟的视线。